球的心跳，给一片土地长满了草，只不过一秒，沙发在客厅炫耀格调，年轻人想要每天谈钞票，没完没了。所有人想要楼价飙多高，上涨速度难预料。听好听好，不管哪里老少，成功不是谁的前途，是要脑袋活了。海啸风暴千万不要忘了，有时候大赚，有时会亏了了。你跳我跳，本钱再小，只要用到高度就在你我怀抱。别跑别跑，跑出功就是你了。这个世界已经迟早一定一定是我们的了。哦，我想要再创好，那当然我想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评审老师也进行讨论了之后，成绩已经在我们手，在已经是出炉了哦。啊，但是这边还没有，我们要请我们的陈左斌律师把这个成绩交给我，好不好？好，来，我们请。哇，好紧张哦，因为毕竟我们是电视真人秀，那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些的鼓励的奖项给他们哦。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先请出邱俊老师，我们欢迎。好，那我们请我们的 Dr. Sri 来谈一谈这一次的评审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主要的以三个点来看，那第一个呢是他们的态度，态度呢就是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投资的认识，他们以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必须是积极的，必须是认真的，必须是诚恳的。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进度，他们必须是 progressive， 他们必须是有提升的。那么第三个呢，是他的深度，也就是说他们对整个房地产的见解、看法、策略的应用，还有他们对于自己的了解、投资的一个模式的塑造，我们要看他的到底有多大的认识，它的深度有多远、多高？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颁发这三度的新人王，对不对？对，分别有的是态度新人王、进度新人王以及深度新人王。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成绩在我的手上了哈。那我们请我们的 Gavin 老师来揭晓吧。我们首先要揭晓就是态度新人王。Amber 酱 ，Amber 酱，谢丽萍，恭喜！恭喜 Amber 得到了态度新人王，从我们的顾问团邱俊老师手上接获奖项。好，恭喜 Amber！ 好，谢谢我们的邱俊老师，谢谢。好，那紧接着要颁发第二个新人王。进度新人王，我们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鲍奕凡，我们欢迎鲍奕凡老师。我们的进度新人王洪安，谢谢谢谢，恭喜。好，也谢谢我们的鲍奕凡老师，谢谢。那紧接着我颁发另外一个新人王奖项，就是我们的深度新人王，我们欢迎陈左斌律师为我们颁发深度新人王。我们邀请严律老师来揭晓，到底哪一位是我们的深度新人王。黄成武阿 Sam， Sam 恭喜。他来自台湾，比较远，所以比较深，开玩笑啦。不过他真的是比较有深度的一位新人王，恭喜。好，恭喜 Sam， 我们的深度新人王，也是我们陈左斌律师，谢谢。哎，颁了三个新人王，那紧接着的话呢，我们还有评审推崇大奖。是的，而且这一次评审推崇大奖的话呢，据我所知，
是由本来呢是有一位，但是在评审里面很难做出决定，所以他们推选了两位，所以我们就只好接受两位。好，有两位评审推崇大奖。对，那这个时候呢要请出我们的先颁发我们的男子组的吧。我们先请出就是我们的搭档薛湘琳以及陈卓斌律师，为我们颁发我们的评审推崇大奖。有请我们的 Gavin 老师来揭晓。我们全方位的新人王就是他们在各方面的投资比较全方位的，有好的态度、好的进度、有好的深度。我们一致通过的黄伟光，恭喜黄伟光，恭喜你，是我们的评审推崇大奖，恭喜恭喜。为什么会颁给伟光呢？伟光在这一方面态度是超好的，也就是说不管他人在哪里，我们在有机会学习到一样东西，有机会拜访一位名人，有机会去探访一个项目，他都是从老远的槟城半夜都好都赶得下来，态度方面是绝对的，绝对的是最好的。那么至于他的这个进度方面呢，从之前守在槟城和开始一些的投资，在上了课之后，他基本上真的很认真研究全世界、全马来西亚各地的房产，也很开放的态度来接受，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进步是一个大跃进。那么至于深度方面呢，他本身也是非常的认真，基本上他是一个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企业的马来西亚的老总，而且他是一名 accountant。那么他对于这些计算数据研究都非常的认真，所以是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嗯，好，恭喜我们的伟光，恭喜你。好，谢谢我们评审老师，谢谢。那我们要颁发另外一个评审推崇大奖，我们请出颁奖嘉宾的是我们的搭档林恒毅以及我们的导演林嘉贤导演，欢迎两位。好，我们请我们的搭档是 Gavin 来揭晓。前段位新人后的得奖者是徐彩萍阿轩，轩，恭喜彩萍，恭喜恭喜。好，来，那我们的轩，为什么会选轩呢？在评审的这个讨论之中呢，我们提到轩的态度，虽然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蛮多的房子了，但是他可以丢掉所谓他的一个之前比较高品位的那种投资，他知道他的组合管理很重要，所以在他这个态度的转变，就是不计，就是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从低价中价的房子到其他类型的房子，我觉得他这个态度的转变和他们学习的认真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赞赏的。那么在进度方面，从他第一天开始坚持做要投资满家乐还有 KLCC 的话，他基本上学了，特别在组合管理方面很认真的去研究，把他所有的房地产的这个资料都一直在研究做，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的改变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至于在深度方面呢，他对这几个项目的研究也有他个别自己的一套的计算法，还有他的见解。我觉得他本身对房地产已经是认识，但是在这个上了我们的课之后，就是在这个节目制作之后呢，他更加深一层的去了解，即使他不想要的房子，来跟他自己想要的做一个比较，做一个挑战，然后他才能够决定他要的，所以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态度来证明他自己的决定是对的，而且是最终的决定，他才下场。是，好，我们恭喜炫彩萍，恭喜你。好，也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谢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请 Number Three。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奖要颁发的，就是。在一开始之前呢，我就非常赞赏一个人，他就是离开了我们的Danny， 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他能够听到我们要颁发给他的是特别的一个精神奖，就是我们要邀请他太太，我们叫沈豪姐来。
我相信 Danny 在天之灵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坚持，他被认同。好，我也希望呢，圣陶呢继续把这个 Danny 的心愿呢给坚持完成下去，好吗？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新人王，八位新人王再次的上台，好吗？欢迎，也欢迎我们的评审老师、我们的顾问团，还有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配合单位，请大家上台。特别感谢大家这一路走来的配合，因为这个节目走来不容易哦，用5年的时间去策划，然后用2年时间去筹备。包括将近1年的时间去密集去练习啦，包括近几个月的时间马不停蹄的进行拍摄。我们请所有的老师们还有各单位配合上台。房地产房富翁就是你电视真人秀来到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这10个星期的收看以及陪伴，那期待呢我们很快的在电视荧幕再和大家见面，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你在房地产投资不再孤单， One Balcony 陪你探讨房地产，一台手机，一个 apps， 带你走进投资的世界。想要比他人更了解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吗？ One Balcony YouTube 平台等着你，带给您最新最强的好料。拿起你的试纸，马上按一按 subscribe， 开启小铃铛，我们会让你获取更多的房地产好视频。